对啊，就是他还是有一些意外情况。别打第一只！哇塞，太准了吧！别打炸弹！哇塞，太准了吧！他全部都是专业击杀哎！别打右边，打光牙，减少一点伤害。别打老鼠，别打老鼠！啊，裂了！别打青铜龙，吐了，全部都乱打，全部都乱打，没一个听话。我真的最近吐了，打算好吗？这团没道理会扣成这样哎，就算打输也不会这么惨。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。师傅，龙鱼野兽机械，三合一，那就转个光人牙认阵为，吧。要玩就玩大的，不然干脆回家。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。你招募的部队看起来很厉害哦。行圣光，驾驭怒火。无属性光牙。相信圣光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。鱼荼毒基本吗？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。伊斯，我是永恒不朽的。乘胜追击呀，朋友！直接转光牙，然后一回合就 GG，不会吧？打第一个，打第一个，Nice！我终于给力了一把。等等，卖野兽，该我了，该我了，总算给力了一把。这些人啊，该把外挂关掉了吧？光牙合金，眼睛比炸弹强哎，换眼睛，蛇不用拿两张，我也不太喜欢那家伙。这是换来的金币。蛇不用合金，蛇就是不用合金系列。现在有 buff 就要贴，因为不然你没成长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。你的顾客。不会吧！我才凑出无属乘胜性，追击呀！才正要快乐。不要那么残忍！快乐才刚刚开始啊！我才刚开始啊！可以活下来哦，他的怪没那么强，活了下来，可以，这个甚至还有机会赢。打右边一点，哎呀！喷，nice，可以，打赢第一名了。虽然只是摸摸全负六，但是这边再打个野，我找同区。不打野，糟糕。你没办法上草缝啊，只能刷了，刷金光牙，金。金，先刷 buff 我哦，不急着选上。择这个的用意。哦，金，聊天室金，这再都是你金，想要的，驾驭怒
金妈吧，金妈换马尔，哎、欸，不用换，你就直接全出就好，两只一起出，因为这两只和配合。灯笼鱼可以换鱼、欸，哎，梅克斯那不需要。完了，他有蛇。鱼死了，龙还在，会赢。因为龙还在，妈也还在。还想养一个大大大，没机会的。我直接打一个满场虐杀，漂亮。One punch！ 身体小小，拳头大大，表现不错。打野的身心吗？没事干了，开始发呆。随便拿下来吗？还是你要偷？加两滴血一点用都没有，哎、欸，我应该是要找剧毒，而不是加两滴。光盾也不需要啊。收割机也来不及换啊，有光盾的比较强啊。金色的狂风也没用。他第一只通常就是鱼，就是八嘎骨，有八嘎骨他一定占一号，所以你偷牌就是偷这个。刚刚就不需要买八嘎骨。这家的混合手下是什么鬼啊？应该是有养蛇养那个奇奇怪怪的吧？可是金光牙好像扔不掉哎、欸。师傅其实也不会上。我赌他有蛇啦，我就拿一个蛇偷一个蛇，最后是没有，偷到了一个光牙，我又有光牙了。鱼肯定是卖不了了，等等能够卖的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其实是光牙，我这个组合能够卖的牌就只有光牙，其他都卖不了。只有光牙这张能够卖而已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一直买 buff， 然后卖光牙，一直买 buff 卡就好了。两个马尔打架还比光牙强吗？反正我要合金啊，就拿着就好了。我感觉出了比较烂哎、欸，我这光牙可以加四加二，比较强，不用出，继续挂机。现在就是把马尔河出来吧，然后找一个毒鱼，找大恐龙给它贴盾，所以挂机这个动不了。待会会卖的牌是光牙，只是现在光牙还是比较强，所以还不能卖，打到最后一局才会卖吧。只要还没到最后一局之前，带有成长性的牌你都要留着。他这个没剧毒，所以其实也没啥子用。
把嘎咕好多只，我三合一，那我可以出怪了，好开心哦！哇塞，又三合一，我应该先把它合起来。这边的话，建议你们打一手弹的，就是打这个，弹一手。哎呦，我蛇怎么？我要移光牙移到蛇了。怎么蛇殿后啊？决赛的决赛的，光牙可以全扔了。马尔多拿几只吧。我个人认为。要玩就玩，卖两个，然后出两个光牙。没有有用的牌，我现在要剧毒。有了。鬼妈跟马尔哪一个强啊？应该是两个鬼妈比较强吧。这两只应该反过来战。哎呦，但是这一把刚好比较特别。蛇其实打歪就死了、欸，啊，打歪了。但是我鬼妈超强，鬼妈还没死，因为掉了一个马尔。开始无限增生，无限哇！一只九宫，哇塞，马尔之王，哇塞，这个小东西也是九宫的。OMG， One Punch， 28，我超大一 can， 超大了。